主视觉这个东西是非常不简单的，比如说我们的猪舌头后面设计这个发泡定的 logo， 我觉得是设计的不错啊，有没有很像悠悠卡啊？就是故意的，要跟台通一样，大家就会点错，有没有？#台通服务员号有没有？我在旁边看，可是你是不是因为这样？我在一个台湾知名的一个展览，然后我们那一年呢就是下大雨，大家都知道那个展览其实是台湾最大的一个国际型的，对，就雨越下越大越下越大，可是那个站板我们没有加这么厚这么重，嗯，所以当我们旁边的有一个水管爆炸的时候，那一个柜台就浮起来了，20台电脑整个浮起来，然后电脑是租的吗？当然是租的，对啊，所以也可以找我，如果你要租电脑的话，没有没有。我们柜台虽然飘走，我们现场活动还是继续在进行。所以你的心态是说，万一没探亲啊，我还要去执行。没办法，当下就是为了台湾站出来，真的爱台湾站出来。给兄弟一个掌声鼓励。